林彦勋和娜娜来了，娜娜来了，来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来是什么？孩子。对。啥？你这明显过不了审。什么孩子这么横？都走成这样了，叫孩子？你家孩子，你家孩子这么横啊？孩子气，孩子气。他应该演想演皇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皇子，对。他是皇宫里的一个孩子，皇子他也是孩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不能过。